这个也是个老物件，看着就很有年代感。这一百多年呢？哎，那业界高寿啊？80了。哇，奶奶，咱们包的是馄饨是吧？对，我们香饭都叫清汤。哦，相反你管这个叫清汤。对，你看武汉叫水饺，一般叫馄饨，对吧？哦，做这个清汤做了多少年？我都做了一辈子。我们老爷子、老爷那时候都开始做，100多年了。哦，100多年了。啊，这个皮是非常薄的哈。对，这皮子全国都是我们十多公里，他们那都是几个几个，我们感到我们这么薄。他妻子，他那是真叫的艰辛，是的吧？我们这俩头年搁那儿都看得到字，是的吧？啊，字都能透出来，啥子都看得到。啊，是。那咱们这是什么？怎么擀成这么薄呢？这就是技术。这就是技术是吧？嗯。我们这都是手工的。哦。哎，到我们一家人是手工的。啊，就你家是手工的，别人家都是机器的，基本上。他们。嗯。都是机子机的，机子机的买了我们这好吃，我们这软和些。哦，机子机的韧些，它软了，它要结成薄，它都结不下来了。哦，是吧？这包的真快呀！1分钟包84个。一分钟包84个。嗯，我们这顾客多的很呐，差不多的都认得，吃几辈子都有，有的吃20-30年的，30-40年的。都有。最远的你感觉是由哪里来的？最远的，嗯，内蒙、新疆都来了的。他说我们专门来的啊，来看你这个叶子啊。我们是新疆，嗯，乌鲁木齐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房子。哦哦。嗯，就是做这个100来年，一直在这块做。对，我们都在这儿做。百年老店，这才是真正的百年老店。也没有招牌啊。我们都没弄过牌。啊，都没动牌子是吧？哎。咱们现在卖多少钱一碗呢？这啊，清汤。这那卖6块。6块一碗。嗯，还是肉馅儿的。肉馅儿。哇，都是肉长了才长的。哦。哎，那是你爸人那会儿才卖1毛5、2毛。哦，那是最先最先。我17岁就开始做。17岁80。63年。63年。我都是指望着养活着娃子们。哦。都是。那现在都是馄饨，都是摊儿得挑到馒头卖。哦。嗯，我们那以前前街，我们先是有前街有后街的，前街的尽是那些资本家们、有钱的人们，尽是开商店的，那都是晚上夜里卖。啊，那时候更辛苦啊。嗯，那时候夜里卖，为啥呢？他们都熬夜，夜有的时候一夜到天亮，嗯，那生意。嗯，我们都到那儿求求往买点钱，你不求你买不到钱呐。这就是百年的老味道啊！我还真的没见过有这么薄的这种。嗯。